在演绎的意思是什么啊？在演绎的意思，通常我跟你讲，政治上说在演绎，就是我现在不想做叫在演绎。市长有没有动过这个想要这个发放敬老金的一个念头？没有啦，这政策还是要一致性的，而且这个既然内部反复讨论过那么多遍，那么多遍，你知道吗？对的事情就坚持嘛。这个其实齐头式的社会福利呢，这是违反整个理论基础的。啊，在演绎的意思是什么啊？在演绎的意思就是敬老金在演绎的。没有啦，这个通常我跟你讲，政治上说在演绎，就是我现在不想做叫在演绎。那不然人家就跟议员说，哎，我你的讲了，我说，通常你想要拒绝他说，啊，我们再回去研究看看。